亲亲妈咪青瓜麦当吃了这么欢喜，第三点是大中心，每一天上热闹上欢喜，就是透早一个时阵。来这帮大家老伙仔帮开讲嘞，帮注意一下，要唱歌啊，画图的，要跳舞的，拢有老师来你教啦。上早这个日托中心，无所在照顾这群老大人，向第三点地庙借场地，成立使用。不过随着庙里闹热，长辈就无所在通去。在第三点长甲各界努力之下，去年观音会定公所以及相关人员的规划，今年才就刷登来这个限制真久的公有市场。这厝底都拢无人咧用咩？啊，就迄个都运用了，啊，就即摆都公所讲来甲整理起来，啊，来使用安尼啦。刷了真好啦，啊，这都爱搁整理过啦。哦，还佫整理过是较麻烦啦，也都无法度吼，无法度，咱这都爱工作嘛是爱食嘛是爱，因为有认真哩拍拼哩整理啦。第三日的日托老人吼，互咱的迄个上阿庙吼，帮忙吼，啊，所以伫迄边啊成立吼，但是吼，这边嘛是讲。要由当下咱的家己的所在吼经营，啊，所以日托老人则目前拢伫咱的市场内底遮吼咧经营吼。现地空间会当再次活化使用，是地方民众常期待的。第三里长表示，即卖已经渐渐改头换面，好日托中心使用现地的市场，只是一个开始，嘛将会继续争取，好第三市中心嘛有一个活动的空间。这个市场吼，真正是都知影，无钱要请人入来，人嘛歹入来啦，因为。就是人行袂入来嘛，人潮太少了，所以伊就讲安尼好，无咱就来，我嘛甲丁老师建议讲，啊无咱就甲楼卡拢拍开吼，啊包括阿边嘛会使借阮遐里面办多车人客，这拢两全其美了都可以啦，包括我们的社区呢，以后办活动也可以借用这里的场地，用固有的现地空间规划做日托中心。唔，那会当有好使用空间，嘛，予老大人有一个安定的所在通去，家己的囡仔嘛较袂烦恼，而且参加的人数嘛已经愈来愈多。记者吴祖如，张波多。